大家好，下面讲解一下 1.5 倍的穿钩方法。 1.5 倍的穿钩方法是穿五格式，在我们的布袋上面有孔位，有相对应的孔位。穿三就是一二三，穿这三个格子，穿把这三个格子穿起来，然后空四格就是空出四个孔位。我们现在来穿三格式，第一种穿钩就是把这两个叠在一起，中间这一个空一出来，接下来的第三个孔位这样子穿进去，然后空四格，一二三四，然后继续这样子穿进去，然后中间这一格用这个勺子顶一下，这样子就是这样的方法。穿三格的方法是拿这一个钩和这一个钩穿，这两头的这个就不穿，看就这样子，然后这个中间的这个孔碰出来，这样子碰四格，一二三四，然后继续第二个钩。一般的话都是在0.5左右。这个不穿，好，这个就是穿三格式的方法。对呀，我。